大家好啊！刚才那个上商店去买的菜回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了些什么啊。刚才上 Costco 买了些东西，Costco 呢，那个他们挺有意思的啊。Costco 现在呢，就是每次进去的时候啊，那人不让进很多，这样保持少的那个人一次进差不多我不知道多少人，然后他给你大家用那个纸巾都给你擦好。擦好了以后呢，手，然后擦好那个车的把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买东西，一次就放一定的人。牛奶呢，我买的这个两个加仑的，这个是5块5毛9，然后这个萝卜呢是在韩国店买的，这个萝卜呢是5毛钱一斤，然后呢这也是韩国店买的，这个葱呢我买了五把5毛钱。1毛钱一把，这个豆芽呢，绿豆芽呢是9毛9这一包，然后这豆腐也是在韩国店买的，也是1块2毛几，好像1块2毛5。这个呢，姜是2块5一斤，1磅1磅，我这不知道是多少，我就买了一袋儿哈。这然后这个是紫薯，就是紫颜色的那个地瓜，然后它是9毛9一磅。然后这个呢是草莓啊，这个是在韩国店买的，1块9毛9，就是9毛9一盒，就是1块钱吧。然后这个呢是在 Costco 买的，这个是1块9，8毛9这一个菠萝。然后这个呢是在韩国店买的虾，带头的虾，看不到里面啊，带头的虾它是2块9毛9一磅。我也不知道是多少，我就铲了几铲子在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磅，这一口的是多少钱呢？是10块005，然后呢，这个鸡蛋呢是五打鸡蛋，五打鸡蛋是8块多，在 Costco 买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菜花，菜花的绿菜花的脑袋，是3毛钱是5毛钱一磅，反正我买了，我这买这么多是买这2个星期吃的。买了2口袋，然后呢，这个胡萝卜是3毛钱一斤，买了4个。然后这豆角是我想啊，1块2一磅，我买了这一口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。这个韭菜呢，我特别喜欢吃，在那个泰隆买的，泰隆的这个店呢，就是。它是那个批发给餐馆用的，它那个韭菜是最棒的。我买了2捆韭菜，它这个韭菜是1块4毛9一磅。然后在泰隆买的茄子，看这茄子，茄子呢是1块2左右一磅，在泰隆买的。这个呢是在韩国店买的萝卜，这个萝卜非常奇怪，长得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它不是萝卜。好像是就是我原来小时候在北方那嘎的，它这是1毛钱一磅，这我3个我估计也没有几，没有多少钱，1块钱可能。这个呢，辣椒呢，我现在泰隆买的这个辣椒是1块钱一磅，红辣椒哈，买了这么几个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我又到韩国店去，到那个杂养去买，看到这个一样的红辣椒。是，5毛钱一磅，整整便宜了一半，我又买了一口袋。反正我在家里吃2个星期。然后呢，一个圆白菜呢，这大头菜是，1块3磅1块钱，就是3毛钱一磅吧。这菠菜呢，2捆菠菜1块钱，它一呃，然后这个圆葱是好像是3毛钱一磅。然后这个呢，生菜。这个生菜呢，是5把1块钱呢，就是2毛钱一把吧，我就买了2把。还有呢，葡萄，这个葡萄呢非常好啊，你看这葡萄，这个葡萄是1块钱一磅，在那个杂养韩国店买的，我买了2包。然后呢，这还有一盒，就是这个草莓1块钱一盒。还有什么呢？带你看啊。这个东西挺好的，我在那个泰隆买的啊，它是那个叫，就是
是美国生产的这个有机的面条儿，buckwheat 就是叫荞麦面条儿，这一口的呢是2磅，这2磅只有3块多钱，非常便宜，我买了2包。然后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你看4毛6，这个山楂片儿，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东西，有时候我吃一点儿。特别好，好吃，一小包是4毛6，这个我今天买这个东西简直是太便宜了，这个，这我都不相信这个，你看这是在，叫什么玩意儿？咋样买的？这一盒子的，芦笋，asparagus，这一盒子呢是1块9毛9。我看他说多少磅？他说是11磅。这个东西，这一大盒子只有1块9毛9，太奇怪了吧？他这还挣什么钱？赔钱了，我看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经常有的时候那个韩国店就卖东西就特别的便宜。我估计他可能过剩了，就是生产过剩。所以这一大盒子芦笋这花了1块9毛9，然后他还有那个什么。还有那一盒芒果是1块9毛9，我就没买，因为我们家实在吃不下这些东西，所以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今天买了什么。今天，然后那个你可以听到我这，你还能听到这声音的 INTY 的节目，我在听 INTY 的节目，一边听 INTY 的节目一边把东西给拿下来，这就是我今天买的。你看，哇，你看我这吃的，我要吃2个星期可能都吃不完呢，我得使劲吃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，再见。